好啦，开始入闸啦，睇嚟啊，棋手都埋位扬棋啦。好，咁今届嘅日本一哩冠军赛啊，出马就16匹嘅，即将入闸噶啦。由於喺看台前面咧，應該就奏緊樂嘅，就等奏樂完成咗咧，先開始入閘。不過真係幾大汗喎！呢只野田小子啊，即係由沙圈頭先啲片段啦，出到去而家喺草地閘前，都見到有啲汗漿，綠都大汗啦，行進曲都係。好啦，哦，率先入閘係只15號啊，呢只海神美韻啊，咁因為可能都係啲特別嘅申請啦，啊，少少脾氣啫，入咗先。咁其他單數號碼嘅馬都會入噶啦，熱門只嘅速度大師。好啦，其他啲魚冠都行埋啦，輝姬美韻啊，歌德教堂、好森林、冠軍車手、功必勝、野田小子，好單數個號報個馬搞掂曬啦。好，跟住到雙數號碼嘅馬，樂桃園、極迅加速、行進曲、友情莊園、超神建築、戰舞者、大滿嘅放聲歡呼。好啦，最合集就排最外檔嗰匹啦，彩旗啊！好啦，彩旗亦入埋啦。2016年嘅日本一哩冠军赛入晒闸，随时起步，准备一起步嘅时候咧，出得快少少，近内档嗰边啊，超神建筑、好森林就快啲噶。咁啊，跟住中间咧，仲有咧，先系战舞者都喺前边嘅。然之后就辉姬美韵就喺外碟啲啦。咁啊，再跟住个马咧，先见到外档有马埋嚟噶，就功必胜就快少少噶。咁啊，跟住咧出边咧仲有一匹啊，佢埋紧嚟嘅马喎，就骆驼园暂时顶住嘅。然之后马群中间就冠军车手内档嘅速度大师，后啲位置咧仲有咧仲埋栏嗰边就行进曲嚟嘅，全南三啊友情庄园啦，喺佢外侧啊野田小子。咁啊，再后一浸嘅马啦，先见到个极迅加速啦，同埋大。本嘅放聲歡呼喎，咁啊尾三位置咧就歌德教堂啊，尾就海神美韻嚟嘅，包緊尾暫時咧就彩旗啊，咁啊跑過1000米牌嘅時候啦，咁前面帶緊頭咧暫時單旗咧帶出嚟咧就好森林啊，帶兩個幾馬位出嚟嘅，守住第一位係戰舞者嚟嘅，貼欄第三係超神建築啦，伏住第四外檔上嗰啲係功必勝啊，然之後埋欄嗰邊啦，仲有冠軍車手啦，步步下咧步咗內欄二疊到啦第五位嘅，跟住佢咧仲有輝姬美韻啊，走出外檔咧就樂桃園啦，然之後咧話仲有啲極迅加速啊，仲走得出啲嘅，大本嘅放聲歡呼。就移咗出去外檔嗰度等緊位啦，內檔嗰邊等位咧，仲有速度大師嗰啲馬嘅，一路轉緊彎嘅時候咧，前面好森林啊，暫時仲帶緊頭啊，入嚟直路先就佢嘅，追到上嚟，哇！戰舞者啊，撳住噶啦，然之後上緊嚟嘅馬咧，近內檔啊，超神建築啦，咁啊出邊上緊嚟嘅馬咧，仲有功必勝啦，一路轉緊位啊，啲速度大師就唔多夠位嘅，最後200米嘅時候啦，前邊啊戰舞者出咗嚟先啊，追住佢係冠軍車手，後邊上緊嚟放聲歡呼啊，仲有中間上緊嚟嘅速度大師啊，但係前面咧放聲歡呼外檔，哇！越追越勁啊，後邊上緊嚟嘅馬咧，仲有野田小子啦，中間啊戰。舞者同埋呢个大师，佢出第一名咧，结果啦就成功啦，就呢只嘅放声欢呼赢啊！第二名睇嚟速度大师啊，第三名咧睇下系咪冠军车手啦。结果完美嘅结局啦，咁都系放声欢呼嘅，都系卫冕亦都成功。其实速度大师都惨嘅，嗰度运得比较耐，如果唔系有得跑啊，应该咁，但系都可以构成连赢噶啦。睇嚟12-3就系啦，第三名睇下系咪冠军车手啦。走住个外档，咁佢啊调翻转揾位二啦，速度大师一米咧都要抽出嚟啊！因为第三名咧都有可能要影相嘅，睇下冠军车手又系野田小子嘅。第三名嗰度好近啊！好近噶，因为好近嘅冠军车手嗰啲系准啊！但系就真系跑晒啦，你已经系冇乜错噶啦，已经系。好啦，咁啊成功卫冕啊，结果咧就放声欢呼，亦都写上一个竞赛生涯嘅完美句号啊！